ANR Shop 负责人吴佳莹凭借着丰富的选物经验，以彰化好物为主题，打造新形态的选物店，以新颖的店面风格结合在地职人文化，将传统工艺带入年轻人的生活中，拉近古老与年轻一辈的距离。我们是核心青创基地 ANR Shop。那我们致力于传统艺术的再创新，那大部分的话都是彰化在地的传统艺术的老师与我们合作，那我们自己也有开发水泥的生活物件，那也有茶饮，还有精油的部分。那我们店的特色是完全都是彰化在地的一些商品，那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核心青创基地 AMR Shop。 AMR Shop进驻核心青创基地后，特别开辟了一抹哲理精油系列，以及包装结合青创基地建筑特色的一品春晓草本茶包，让店内不只有彰化在地精品小物的视觉享受，味觉与嗅觉也能有沉浸式的体验。公益频道许维珍、张华允、鹿港采访报道。